茂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这边又不是观光景点。哎呀，我错怪有雅鱼了啦！我从棉皮包的资料啊找到这个地址，然后呢，是这两位漂亮的小姐送我来的。怎么样，有没有贵重的东西遗失了？惨了啦！怎么了？我不见200块啊！算了吧，才200块而已。可是我要离我的梦想远了200块距离啊！还好我提款卡还在，要不然我一定会杀人。你也有梦想的。我跟你的交情还不至于可以跟你讨论这件事情，那我也算是你的恩人吧。好，两不相欠，你要我怎么报答你？请我吃饭吧。那有什么问题？你想吃什么菜啊？中西日意法韩，随便你选哦。我想要吃家常面饭。小客留饭菜了没有啊？有啊。好，那我们开动喽。好。这就是我们家家常便菜，没有赏你的心吧？心情好。吃得好。你这好小子，真聪明啊。这就是我的生活啦。我觉得很好啊。如果是你每天都这样过，你还会这样想吗？穷不是你想这么浪漫的。有时候啊，浪漫是在心里面的，而不是这些所谓的外在的环境。你太天真了，傻帽。你错了。有些人宁可这样子一家人的抢饭吃，也不愿意一个人孤零零的吃饭，那种感觉很冷的。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哦，我跟你的交情，我们不讲这个。吼，你们都只顾自己的吼，不夹点菜给姐姐吃啊？好，好。哎，那我呢？有。啊，谢谢。姐姐有事要出去一下姐姐很快就回来了，你要看着他们哦。姐姐不要去。姐姐很快就回来了，我会带好吃的东西给你们吃。上次姐姐是买小香肠，这一次买糖炒栗子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们不吃，你会不会不吃？爸，去了。对啊，给你们留了饭菜哦。我出门了。小孩，怎么了？今天我们运气好，赚了300块。今晚你就不要出去吧。我很快就回来了。送我一程好吗？好吗？
要再去人家了好吗？不行啦，我家九张嘴要吃饭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这是最快的捷径啊。这样好了，你要什么样的生活我给你。不要这样对我了，我担当不起。你放心，我跟顾天乐是不同的。你怎么知道他？我还知道一点点的你。我要下车。不行，停车。不行，你快点停车。你腿都花了，这么难看，让人家看到多不好意思啊！再来多管闲事好吗？我只是在维护客人的利益，是吗？只要你肯帮我，你就可以看到其他没有花的地方。学生妹，年轻的，长得漂亮又聪明，她讲的话你会相信吗？不要听她乱讲，我不认识她。你走。没问题啊。臭三八，要多少钱啊？我多给你一倍。原来你跟他们一伙的。没办法，受人情长。操你妈！站住！交给你，你要阻止我跟人打架。错了，你应该是时候学习跟女生相处。打架我来就行了，我一见到女生就头痛，打架才是我的专长。好吧，这一次就让你出风头。上车。对了，不要忘了，这个是我给你。你是个烂娃娃。刘雅怡，对不起。打架怎么能少我们三个呢？啊！We are the best。